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是在挪威的第二天，然后呢，这附近应该是 shopping mall， 非常的漂亮。不过这不是重点，先拍一下四周环境好了。感觉起来呢，这边除了是一些卖咖啡啦，然后让有钱人住的地方之外，那边还有一个游艇码头啊，可是太阳太大，可能看不太清楚。然后这是同行的杨登辉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要开摄影机？重点是要拍这个东西。看起来没什么特别，对吧？可是，可以，这是一片水，然后在早上它已经变冰块了，然后踩下去会怎么样呢？我们现在就来做个实验。我看到冰块整个裂掉了，天哪！这开始，哇，哈哈，真太酷炫了！我们再来踩一次好了，哈哈。是超级夸张啊！奥斯陆天气真的很冷，可能白天只有在-2度以下吧。哦，好了，不玩了，拜拜。